张家辉颜值比哥高，宇文乐硬了，全逃。喂，谢谢你。没有跟这些演员在一起，你不硬都会变成硬。哦，什么电影啊，那么厉害？鬼人，有鬼啊！张学友、张家辉兄弟档电影《赤道》昨天在北京举办发布会，哎，大家都说自己最硬，怎么办呢？只好比腕力啦！你们要跟我拍的话，就得马上去医院。没有一个人能拍得过你，我太厉害了。先让小的来，赢的再跟魔王比。哇哇哇！你死我活，你死我活。马上进入决赛，紧丢紧丢！哎，我输了，我输了，我输了！哎，这魔王也太弱了吧！劲儿大，太大，就这样就收场了。现在拍戏要这么辛苦的吗？哎呦，没办法嘛，要跟光头硬汉抢票房。如果你们想要找个怎么样硬汉，不同类型都有，在我们赤道当中，你们过来挑吧，总能满足你们，其中总有一个人能满足你。女性观众，我觉得你的气质都是颜值最高的。当然是我了。还要问？啊，他是我哥嘛，他肯定让我的。哎，对，家辉，你哥学友跑哪去了？不是他，我记得他明天过来。今晚北京电影节闭幕红毯，兄弟才会合体啦。你见到的全部都会好晒。苹果与浪赖。到底谁？是卧底，卧底。四三零四月30号，电影院谜底揭晓。报道：全民当记者，全民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请采用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就是你指定的慈善机构。你爆料，我捐款。